好，第七，我们今天一早出门哦，去了很多地方哦，什么时分呢才回家哦？OK，是傍晚晴朗凉爽还是温暖呢？我答案是一哦，傍晚时分哦，我们才回家。哇，我们出门去了一整天哦，从早去到很晚了，傍晚了才回家。OK，我可以傍晚时分呢，就是 evening time 的意思哦，那个时分就 evening 就 around 那个时候。OK，所以傍晚时分。可是我不可以说晴朗哦，晴朗是我们指天气很晴朗，对不对？而不是晴朗时分也不对，不等天等到天气晴朗我们才回家吗？不合理嘛，对吗？凉爽呢也是这种在天气哦啊，今天天气很凉爽，我们出去散步，我不可以说等到天气很凉爽了我才回家，OK？很温暖哦，OK？哇，本来很冷的，然后呢，妈妈给我穿上一件外衣呢啊，我觉得很温暖。可是这个不用等到很温暖的时候才回家，也不合理哦。OK，所以我答案是傍晚哦。我们今天一早出门呢，去了很多地方，傍晚时分才回家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第八题。